手语教室，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线上手语教室。我是龙老师连桥，我是听人魏老师。今天是8月8日父亲节，大家有没有准备礼物给父亲啊？乔爸爸，父亲节快乐！恭喜恭喜！不好意思啦，谢谢魏老师，乔老师哦，真的是一位好爸爸，也是一位好老师，还是一位很会演戏的演员，而且画画又很好，是一位百变的高手爸爸。庆祝父亲节，线上手语教室今天要带大家一起去认识百变爸爸哦。变变变噔。好的，今天开始我们的词汇。8月8日，大家记得数字吗？1、2、3、4、5、6、7、8、9、10。好，所以8月8日呢，上下笔试日期就是8月8日。8月8日是什么节呢？父亲节。父亲的手语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胡子，父亲，然后是男生，节，这个是打多少，也是上下，就是节。父亲节，8月8日，父亲节。好的，接下来的手语是朋友。朋友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两个人握握手，朋友，朋友。好，下一个手语，玩电动哦，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爸爸是不是会陪你玩电动啊？你可以看情形，你的电动如果是有摇杆的啊，也可以这样子玩；如果是双手拿的话，是这样子玩。玩电动，玩电动。接下来是同学啊，这个是坐在一起一同念书啊，同学，同学。好的，接下来呢，老师，老师的手语哦，是你很棒的意思哦，你很棒，这个就是很尊重你。你很棒，所以这个就是老师。老师好，乔老师好，魏老师好，各位老师好。老师。下一个手语是数学，数学因为我们会数数，快一点就变成数学，数学。好的，下一个手语呢，英文，写英文是不是字都是这样子弯弯曲曲的，而且很像一个钢笔的头。英文，英文。下一个手语呢，司机，开车子的人，开车子的人。然后可以加一个男生，如果是开车的男生就是男司机，开车的女生是女司机。好，接下来九人座的车呢，九人座刚刚说这个九，然后这种九人座的这个车子又方方的，所以用九直接往前开就是九人座。如果七人座呢，就是用七往前开，七人座，九人座。好，下一个手语是洗衣机，衣服丢到里面转动，这很视觉的洗衣机。如果是直立式的呢，你可以直的转，直立式，
如果是普通的就是往下的洗衣机，你家的是哪一种？我是滚筒式的洗衣机，一样，我也一样，一样。哇，现在好像比传统的洗衣机跟直立式的滚筒洗衣机都差不多，都常常用。嗯，好，下一个手语是厨师煮饭。哦，大家看到这个是火，好，这是火，然后这是锅子，所以这个就是煮东西，就是煮饭。你会煮饭吗？啊，会吧。我呢，会一点点，会一点煮饭啊，厨师。好，接下来，哇，便当。便当的手语也可以用吃饭再加上盖盒子，便当都有一个盒子嘛，可以直接便当或者是吃饭便当。妈妈煮比较多还是爸爸煮的比较多呢？一样一样，妈妈煮便当。 OK， 下一个手语熊猫啊，大家看到这个熊猫的 logo， 耳朵，两只耳朵，熊猫快送，熊猫快送。那还有熊猫骑机车快送也可以，熊猫骑机车快送。好的，接下来工作，敲敲打打。工作，工作一整天很累吗？赚钱嘛，要赚钱。爸爸累，爸爸要赚钱，肚子要粘好。是爸爸工作很累，赚钱。你们要努力读书，知道吗？好，接下来军人。军人拿着那个枪啊，会放在这边敬礼啊。军人，对，其实啊，连桥老师的爸爸跟如君老师的爸爸都是军人呢。对，所以我们两个人都很吃苦耐劳，吃苦耐劳就是都能够捏你，你都能忍耐，遗传下来吃苦耐劳啊，遗传给我聪明，对不对？军人是好。下一个手语医生就是把脉。好，那问大家，如果是男医生和女医生呢？医生加男生，医生加女生。另外这个是什么呢？护士啊，有一个十字在袖子这边，就是护士。护士以前都是女生，现在呢，男护士也有。以前啊，医生也都是男生，现在也有女医生咯，一样的意思。好，接下来严肃，用这个二哈，两根手指头弯着，严肃敲一敲。我爸爸很严肃，帮我啊，因为是为我好啊，对不对？严肃。接下来亲切就是笑眯眯，亲切就是笑眯眯啊。然后碰到面笑眯眯就是亲切啊，亲切。你看哦，爸爸很严肃，其实还是有他亲切的一面。好，崇拜哦，这一个人我们把他放得很高，就是崇拜很厉害，崇拜他。比如说你们有没有崇拜连桥老师？哇，崇拜什么呢？崇拜魏老师硕士毕业啊，不简单啊，崇拜连桥老师。
已经60岁了，还到处工作工作，到处工作可以帮助身体强壮啊，不要在家里哈、啊、就闷着头、啊、有没有崇拜我啊？OK， 电风扇，这有没有像电风扇会摆头的？呼，电风扇。如果是上面的电风扇呢，往下吹摆头，电风扇。好，接下来啰嗦就是长舌，好，这个小朋友们一定要赶快学起来。爸爸妈妈啰嗦，再一次，你们看连乔老师的表情，爸爸啰嗦，一直念我，一直念我，啰嗦。如果没有啰嗦，我会变成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啰嗦，啰嗦。再来呢，不讲话，嘴巴闭起来就是不讲话。按住，不讲话，不讲话。这个就是，然后再真辛苦哦，很辛苦，敲一敲，敲一敲身体。就是辛苦，很累的意思。辛苦，辛苦，你的工作辛苦吗？还好吧，啊，还好，还好。辛苦，为什么要辛苦呢？就是为了要赚钱，把钱勾回来，就是赚钱，勾回，到处勾，到处勾，赚钱。工作赚钱，如果赚很多很多钱呢？赚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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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啊，就要赚很多次，发大财，钱都进来了。那如果钱都出去了呢？亏钱，发财，亏钱，赚钱。好 ，OK， 那手语词汇教完了。我们要复习一次，然后是不说话的哦。好，大家来练习看，你是不是都看得懂呢？OK， 大家都会了吗？现在要8月8日是父亲节呀、啊。我想到我的爸爸哦，会很凶、很严肃，会很百变哦。是，所以啊，我们现在要来练习手语绘画。第一次我们不说话，只用手语哦。大家来看看。是不是可以看懂我们两个的手语哦？好，
家看得懂吗？无声的世界是不是很不习惯呢？那我们现在就来一句一句的对话，带大家一起比手语哦。好，八月八日是父亲节，想起啊，我的爸爸很厉害哦，会变变变。你爸爸是魔术师吗？所以会变变变。不是，我爸爸会变成朋友陪我玩电动玩具，还会变成同学陪我写英文。我爸爸会变成老师教我数学，也会变成司机载我去玩。我爸爸会变成洗衣机帮我洗衣服，还会变成厨师煮饭给我吃。我爸爸会变成电风扇帮我摇扇子，还会变成熊猫快递帮我送便当给我吃哦。我爸爸工作的时候变成军人，我爸爸工作的时候变成医生。我爸爸瘦瘦矮矮的，严肃又啰嗦。我爸爸的脸方方的，戴个眼镜，很亲切但是不说话。爸爸工作赚钱很辛苦，我爱爸爸也崇拜爸爸。祝福每一位爸爸父亲节快乐！祝福大家，是我，我就是爸爸。那刚刚呢，我们的绘画大家都看懂了吗？大家的爸爸是不是也都变变变呢？哦，接下来是互动问答咯。暑假期间线上手语教室的互动问答呢是录影在播出，所以今天呢要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跟我们猜谜哦。今天邀请线上手语教室的一个幕后推手，师范大学特教中心的柯慧晶老师和他正在放暑假的儿子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猜谜。我们欢迎柯老师和蔡俊明同学，掌声欢迎。柯老师跟大家问好。我们特别来宾来了以后都会变得不说话。蔡俊明跟大家问好。 Hello 大家好。好的，那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游戏的玩法哦。好，待会呢连桥老师会表演动作，然后两位猜猜看连桥老师表演的是爸爸的什么职业，然后看懂之后赶快把字卡拿出来，找到那个职业拿出来。好，谁先谁就得一分哦。好，连桥老师还规定要不能看。我比完动作以后你们再开始找哦。好，我们要开始第一题，连桥老师会变成什么爸爸呢？
叮咚叮咚，好，警察，来，我们教一下 警察的手语哦。警察的帽子以前有一个帽徽，警察，好，很好。接下来，连桥老师变成什么爸爸呢？哎，好。好，哇，柯老师会未卜先知哦。好，这是农夫，来，农夫，对，锄头，哎，对，锄头，农夫，好，接下来，猜猜看，林乔老师要变成什么爸爸呢？叮咚叮咚，好好好，哦，这个，哎，这个怎么样？好，接下来连桥老师会变成什么爸爸呢？看来已经越来越竞争越来越激烈啊！小丑鼻子，小丑，对，然后敲一敲就好笑，好好笑，这样啊，小丑，对对对，好，接下来啊，怪手，怪手，对，怪手，很好，比得很好。接下来连桥老师要变成什么呢？铺床的房屋，对呀，铺床，铺床，啊，了解吗？没有去过，下一题，连桥老师会变成什么爸爸呢？起来，男生，很好，知道吗？好，下一次带你去搭船当渔夫。下一个，连桥老师变成什么爸爸呢？你没有常常跟团哦。在家煮饭，没有妈妈都自助，都自助。好好好，哦，他自己是导游，他自己哦，原来他自己就是导游。手语怎么比呢？三角形，然后挥一挥一起，哎，导游。好，下一题，连桥老师会变成什么爸爸呢？答对，答对，是在户外看到人家在工作，对不对？会看到常常鹰架工人吗？好，常常哈，好，鹰架工人，我们是比较复杂铁啊，然后去转，好，这个鹰架也有这个，就是一条一条一条的哈，鹰架的笔法。一根一根的，所以这是鹰架的笔法，是要而且是那种转哦，把铁丝转紧。然后最后啊，最后
一个，我们让他们直接表演好不好？记者，记者，好，试试看，还记者，好，柯老师会怎么表演记者？电视系，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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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俊明的电视新闻上面的那种记者，哎，哎，有有有。哎，有有有有有有那个意思哦，差不多好，我们请连佳老师，好，记者哦，麦克风访问，好，记者，好，你有什么事情？你有什么看法？你有什么看法？好，所以这个就是记者，哇，来，我们来看看成绩哦，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六六比五分，哦，柯老师险胜加油加油，各位朋友，你们猜的有没有比我们的现场来宾还要快呢？下一次就要轮到大家猜谜咯。嗯，爸爸，爸爸呢通常都是比较含蓄的，不会把对孩子的爱表现出来，或者呢，我们透过手语比一句“爸爸，我爱你”，可以让爸爸感受到你对他的爱哦。那我们一起来比，爸，这边，爸，我爱你。好，再一次，我们一起来。爸爸，我爱你。今天的课程要告一段落咯，我们期待下一次在线上手语教室和各位朋友们见面。下课之后啊，要帮我庆祝父亲节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在留言处留言哦。好，谢谢线上手语教室的同学，谢谢我们的幕后团队，投影片的设计，还有投影片的操作，同步听打的伙伴们，大家父亲节快乐！也要谢谢我们的柯老师，一直陪伴我们的线上手语教室，谢谢老师，哎呀，很棒很棒，谢谢支持线上手语教室，我们下次见哦，拜拜。手语教室每个月第二个星期二12:20线上手语教室首播，拜拜。